哎呀，现在中秋节要到了，然后呢，工作室的小伙伴们又开始突发奇想，让我开今年的月饼盲盒，因为他们收集了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月饼，然后想让我尝一尝。BGM 准备好了。先尝尝看，先尝哪个月饼呢？你出一个数字，五以内，一、二、三，一共是三。那就从这边数，一、二、三，先吃它。这里面什么？这是豆沙的。豆沙，核桃。核桃，我品了一下，它有一点点咖啡的味道，但是核桃。五个字。五个字，咖啡核桃饼，所以是什么？你看，我就说有咖啡味嘛。五以内，一、二、三、七。绿的，这个绝对是芋头的。这个。馅儿里面还有一点点的那种小小的微颗粒的那种感觉。来，三以内，给个数。没前面一道呢。吃完了呀。是颗粒。香芋啊，那颗粒太少，我实在没尝出来。对。奇亚籽。小花，小花。三以内，给个数。一二三。三。一二三哦，这个颜色是我最不想尝的，因为我觉得它肯定很甜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嗯，好甜。蔓越莓。好，现在还剩五以内，给个数。我要吃它了，这个蛋黄流心的。这是干果流心儿吧？不是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味道，这就是干果流心月饼。这个黄色，下面还有一只小兔子，你们非常残忍的把它耳朵削掉了。这是什么馅儿？莲蓉吗？广式的，跟水果有关系的榴莲，榴莲旺发，杨枝甘露。清香的味道。柚子，橙子，雪橙，橘子，金桔，柠檬，柠檬柚子。还剩俩，这个也是一个流心的，这咖啡的，好浓的椰子糖的味道，真椰拿铁。哇，这个粉色还蛮好看的吗？哎，闻不到什么味吗？我尝出那个味道了，荔枝。啊，海盐。中秋节呢已经到了，祝大家中秋快乐，阖家团圆。我们的一个老习俗嘛，就是到了中秋节就要吃月饼。虽然今天我尝了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口味的月饼，但其实我还是觉得月饼好不好吃没有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跟家人在一起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祝大家中秋快乐。